有没有他的学生能看的？首先我想说，就是他学生遇到这样的老师挺捣蛋，然后我给他学生点个赞，没事，分低不要紧，分不是决定你一生的那个啥评唯一评判标准，下次再遇到这种老师给试卷上画个大王吧，啊，然后他又要说你阴谋论了。哎，什么活啊？你好长吗？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什么活？说话啊。我有一个啊，说话呀。就是说，我想问你，你听到吗？你们能听到他说话吗？你们能？谢谢送我的那个什么捏捏小脸。听到吗？你们能听到他说话吗？我听不到哎。喂？难道我要戴耳机？哦，我耳机没放进去 ，sorry。我把耳机装进去，我把耳机装到舱里面。对不起，我开着耳机呢。嗯，稍等，把耳机装。你说吧。喂，长毛你啊，你好，你说、嗯、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就是说，你认为美国登月了吗？现在有很多人啊搞阴谋论，认为美国根本就没有登月，为此网上吵了很久。嗯，我个人倾向于没有，但我不是权威，我不是专家啊，我作为一个外行啊，我呢也是、坦白的说，屁股决定脑袋，意识形态决定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也不没有全面资料，到时候那我也不掌握那。NASA 的人民情报什么的，这我都不掌握，我就从舆论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人，因为我的屁股是完全坐在中国这边的，所以我相信网上这些那个说他没有登月的这些言论，因为我是屁股决定脑袋，我的意识形态是倾向性非常大。嗯，对，这是我的观点。这个应该是一个科学方面的论题吧。 对，和这个立场的话，这是一个科学方面的问题，但是鉴于家、然后呢，现在网上也不说飞云，也没有权威的那个时候，我不是权威，然后我看国内也有一些权威的机构也在说这个事儿，那我倾向于相信中国人的说法，现在不是众说纷纭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坦白，我很主观，我纯屁股决定脑袋，我任何事儿我都是我站在中国的方面，所以我相信中国说法。好的，还有人说那个说话声音有点断断续续。没事，你说你的。那还有人说那个金字塔不是古代埃及人造的，是近代欧洲人，应该是在1800后由拿破仑率领的军队去埃及建造的，你认为这是这样的说法对吗？哦，历史我不懂，然后具体的那个什么我也没有研究过，然后你说的这个观点我也是头回听说，我需要时间那个啥一下，但坦白的说我不关心埃及，埃及又不是中国，跟他没关系，爱哪儿建哪儿，别沾中国边，别，这个说法对中国有什么不利吗？或者有？那是拿破仑，他怎么去建金字塔呢？我不关心这事，爱谁建谁啊！你就说那个，你别说拿破仑，你就说耶伦建的，我都无所谓，爱咋咋地，又不是中国。那你是这样的无所谓的态度，那如果网上那些网民啊也是这样态度就好了，他们为了这个事情啊，就是吵了很长很长时间。有很多人就把精力就用在这上面去，最后你们得出个什么结论？哎，不呀，因为我不关心，所以我不在乎。我对我关心的事儿，我也在乎。那你说的那些网民，人家关心呗，人家感兴趣这个事儿呗，言论自由吧。我国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允许网民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吧？中国人也有基本人权的，难道在你眼里中国人不配有基本人权，不配有言论自由权？人家感兴趣这个说法，人家在网上发表一下，不违法就行呗。我支持言论。自由，那就希望那些学生们不要信这些玩意儿嘛，到时候高考都不及格那就好玩了。我觉得只要不违法不缺德，个人在网上发表观点没有问题。哎，还应该再加一条，不违法不缺德，不要去影响正在学习中的学生。嗯，如果你觉得有影响了的话，这个影响到学习的学生的话，可以报舆论颠覆、舆论影响，这个属于违法范畴了。对，我是说他是类似的视频。那他都应该是出一个重视，说那个现在那个中学生啊、小学生啊，不要参与这样的话题。他这样标注起来，就应该会能解除影响的。这是国家教育部倡导的吗？还是你倡导的呀？如果学生他参与了这样的话题的话，那以后造成什么影响的话，这个视频的博主他有没有责任呢？他也负起这个责任是吧？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相信国家，相信党。要是国家各部门倡导的，那我坚决拥护。如果是你个人倡导，我不听，我只相信国家部门。你说现在教育部发文了，说教育部发公告说大家别那啥，那我肯如果啊，那学生不要参与这样的话题。那视频的时候应该是有相关的标注才对，这样就可以减少影响。你减少那些大成年人嘛，谁去讨论那就讨论去呗，反正也没有什么的结果，对吧？那
那你在限制我们中国人的基本的言论自由权呢？为什么你个人要限制他人的权利呢？如果国家党和国家没有不让我们干事，那个法律也没有不让那个什么，而且这也不违背公序良俗，说我就相信金字塔是拿破仑建的，这也不违背公序良俗。然后又那我的学生这样写了怎么办？学生就这么写，什么写哪儿啊？写啥呀？写我试卷上了。写了你试卷上，该低分低分了，你作为老师评分标准吧，以你评分标准来吧。他要是啥都不写，他上面画个大王吧，你说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呢？我啥都不写。那我按照我的标准去给他减分。那我应该不是不爱国吧？什么？我说学生在试卷上写说美国没有登月，那么我按照我的标准答案，我去给他减分，我是不是不爱国呢？这跟爱国有什么关系？那不是立场吗？不是啊，你不是有标准答案吗？我说了，你的标准答案是教育发的吧？就课本上的标，不是你自己的吧？那按照国家标，那这样就没关系了啊？有什么问题吗？对，你既然说了有标准答案啊，有标。标准答案评分有标准嘛？你评分不是你作为老师，你们的评分不是下评吗？是有标准答案的，对吗？那按标准答案这教育部呗，相关部门呗，相信国家，相信党，相信相关部门，这怎么会不爱国呢？按照官方、难道你的标准答案不是？你刚才说那个美国没有登月，那就是爱国啊？说美国登月，那就是不爱国，这不是立场吗？我觉得是不定的嘛。你作为老师，你怎么现场造谣啊？我什么时候说只要说美国没有登月就是爱国呢？你为什么现场造谣？你不怕遭报？我这个都有录。那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我说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个言论啊，因为这个言论对中国有利，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我们、你说的是有利，不是说的立场对吧？立场啊，我的立场就这样，我个人的立场就这样，允许中国也允许。个人普通老百姓有不同立场吧，对吧？你可以爱美国，我也可以爱中国嘛，立场不一样。你我现在高喊一句我爱美国也不违法，在允许的。那这样吧，我承认了，我是站在美国立场上认为美国没有登月的，我觉得这是美国立场，我承认了，因为我爱，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立场，美国没登月。因为最早的这个说法，其实说美国没登月，最早这个说法不是中国网民说的，早在60年代。美国人现在按理说、我知道那是澳洲货，澳洲的。哎，对，其实这妥妥的是美国立场，对吗？说美国没有登月的最早的绝对不是中国人啊，是美国人自己。所以我站到美国人我爱美国，我站美国立场上，我也想，因为这个最早是美国人说的啊，美国的那些民众啊，民科。没毛病吧？我站美国立场，我是没毛病。我刚才好像听你说什么，屁股决定，屁股决定。那什么？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决定脑袋。所以你这说的屁股是不是就这个立场的意思呢？我认为你刚才说的屁股是立场的意思，所以我就认为你这个玩意就和立场相挂钩了。对呀、每个人的每说的一句话都是和挂钩的，因为你是人不是畜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立场。如果有人说他是100%客观，那这个人是纯傻。每个人、那就像孩子在世界上写的内容，那我就是以我的标准是吧？比如说我说这个薯片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我一定有我的主观立场在的，这不可能有一个100%，因为人的大脑就完了。如果有谁说自己纯客观，这个人是纯傻逼，这个你承认吧？因为你是人不是畜生，不是机器，只要是个人一定有主观意识形态，一定有。那我的标准答案呢？你的标准答案是客观存在。什么标准答案？客观存在啊。那我就按照我的标准答案来呗。对呀、相信国家相信党嘛，只要标准答案是国家相关的，就按标准答案来呗。咱普通老百姓嘛，我还是那种、国家相信党。那国家这个官方那个欧阳志远院士，他说的美国登月是真的，那他怎么看待他呢？欧阳志远院士能够代表国家部门吗？他自己说的。那个国家航天局官网上面行不行呢？国家航天局官网说什么呀？说美国登月了，是这个阿波罗登月了。我没看过，我得看一下。如果是国家航天局的那个官网上那个啥，那我们以那个啥，应该没有吧？有，我查到了，我可以把那个网站和截图都可以发给你啊。原话说的我听。原话它在前文里面就写了阿波罗登月。然后呢？然后你具体的链接和截图嘛，我可以私发给你啊。我不看私信。但我作为一个热爱站美国立场的人，我是相信美国民科的。我这个问题上我说了，我有立场，我站美国立场，所以我相信是美国民众的立场啊！我站美国人民立场，但是美国人民也只是一部分人这样说，另外一部分呢，他是另
另外一种说法，那你说到底是哪种立场呢？那我就站美国那份人民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我不站。那为什么另外一部分不站呢？因为你总是要选的嘛，因为对立的。那为什么你要选相信他登月，不相信呢？那我也同样的问题问你啊，什么原因造成？因为我们的航天局官网上面写的嘛。官网上面怎么写嘛？念一下。念一下那个，那我就要离开这个直播间，去别的地方，去我那篇文章里面找。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现在就说我就不信啊，不信我就说他没登，不违法啊，中自由的国家，我们不会。那不违法的话，那个教科书和官网上面的内容，他们怎么看待这些内容呢？啊，那在于你学校，我又没有，我如果在你的试卷上那个啥，你给我打分就行，我愿意承担分低的这个代价。我出来在社会上，我就相信他没登月，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由试卷决定的，对吧？这个世界不是你那卷子的一套标准。我说不好听点，那个是那个教科书上还让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有多少人做到了呢？没错吧？那么做不到，所以他们有这个结果啊？对。对呀、啊，就是做不到以后试卷分低嘛，我愿意承担这个后果 ，OK 呀、啊，你就给我打零分好了。我在社会上我还是说我不相信，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完全按照你试卷的标准，人的这个生活是很复杂的，是有很多套标准，这个你承吧。你我要是、哦、那可以相信你按照标准答案给我打分可以啊，但我在社会上，比如说我就说我不相信，允许的嘛，嗯，还是那句话，中自由的国家，嗯，反正我不信，那你。你问我为啥？我不是权威专家，我也不懂，我就不信，我就普通老百姓，我就不信能把。我是问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我这个现象，我觉得就是不同人站不同立场嘛，言论自由嘛。这个现象归根到底是一个中国人到底该不该有基本人权，该不该有言论自由权嘛？说白了，那除了这个言论自由之外的，有没有其他内容呢？什么其他内容？就是那个屁股决定脑袋嘛，不同的意识形态愿意相信不同。在屁股和立场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内容。任何人的任何一个判断都是以立场定的，不可能一个人的价值判断脱出立场，没有可能的，因为你是人。有我在除此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有想到。什么东西呢？嗯，我听流量。你的意思是说不对呀、啊？你的意思是只要说美国没登月就有流量？那你看看我这个流量并不大呀。啊，我说的不是你呀，这任何的一种阴谋论，包括什么登月阴谋论，还有什么共济会阴谋论啊，我估计你可能也没听过啊。这一系列的阴谋论，他现在就有很多人去利用它，不一定他说要相信他，那就是因为他有流量。因为这个人活着世上什么东西最重要啊？除了生命，然后就是钱，是吧？那我不觉得人除了生命就是钱，这亲情、友情啊。爱情都挺重要，你这个价值观作为老师有点虚啊。你让我选，那个，我是说他们就是为了这个钱而去利用这个阴谋论。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为了？人家没准是信仰呢，没准你把刀架到人脖子上，人家也说美国没登月，有这样的人呢，没准人家就是信仰。你刚才不是说人民科吗？人就有。再说有互联网才多长时间，说美国没登月的时候，美国人说美国没登月的时候可没有流量，没有网，他们六十年、哎、没有流量，没有，但是他有书籍，有期刊啊，比如说世界未解之谜，你听说过吗？觉得持这种，就是因为这些阴谋论，所以使这本书给火了。世界未解之谜，哎，那是不是你这个纯好有证据证明持这种观点的是纯为钱吗？你有数据证明吗？其中不包含有信仰，我不信。你有证明，你作为一个老师，就说话得讲，你不能给学生灌输一个观点，就是你自己主观的一点证据都。你有来，你要有证，拿数据说，只要说美国没登月的人都是为了钱，为了流量来，我要看从哪能看到证据。哎呀，你在 B 站上面或者抖音上面搜这方面的流量还是很高的。不，我要的是证，我相信有些人就是拿这个当信仰，很多人人家不上网，人家也坚信，那这个怎么说呢？我姥姥没上网，她坚信就没登月，那这个怎么说呢？老太太不上网，这个怎么说？我姥姥也那个啥，也是因为有为了流量，她网都不会上，手机都不会上，她也觉得。所以她信别人的话啊、嗯，然后呢？她原本有这个观点吗？她没有，她也是信了别人的话，哎、所以她才有了这个。观点说持这个观都是为了你现在打脸了吧？你不是我是说观点的都是为了流量为了
你刚才我是说你我之前说的，在你说的那什么立场啊，还有什么什么那个之外的，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有想到，啊、对不对？这个那个啥，我不认为观点的那个啥，不是我没想到，这根本你说的不对。不是吗？在你什么什么屁股啊立场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想到。我还想说，你是为了流量，你来我这儿连麦，那个什么是为了流量吗？我认定你也是为了你挣多少钱来连这个麦，来替美国人那个啥，你挣多少钱？我坚信你是为了流量。既然他们能为了流量，你也得流量，对吗？我是听说你有名，然后从来没有连过麦，我就想连一次嘛。啊，所以你不是为了流量。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以外，其他人都为流量，就是你不是为了流量。那我请问你来找我连麦是为了流量还是为了？因为我不相信所有人就持自己的观点就发表言论自由，像你说的都是为了流量为了钱，我不信。我觉得为流量为了钱。等一下，我是说在你说的立场屁股以及那些什么信仰之外的东西，还有一样东西叫是流量，你没想到啊？我是帮你补全了啊。不，那照你这么说，那还有可能是智力决定的，那还有可能就是吃饱没事干，根本都不知道咋回事瞎选。那照你说这种可能千千万了，对吗？对，补全了吗？全。那跟他今天中午吃什么饭也有关系，今天都中午吃了个饭不好吃，心情不好就说不信，有关系吧？那这种我们也要讨论吗？今天跟老婆吵了一架，心情不好，一看啥你看啊，美国灯也老灭，有没有这种人？我相信有。哎，肯定有啊。我以前就会这样。所以你说你补全了，你吗？没全吧？我这随便就又说出两种可能性。你补全了吗？没有补全。所以、啊、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就是你说的那样的人。我今天心情不好，然后我就突然的啊，就发出一种的极端的言论。嗯嗯。啊，我以前就是。哎，首先啊，不一定是极端言论。那我在生气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嗯。所以说有这种可能，也不全是为了流量，为了，对吧？啊，对啊。嗯，那你听说过共济会的阴谋论吗？我听说过呀，还是那句话，言论允许大家说一说，要不然那都是共济会的阴谋论，你是什么样的立场呢？我无所谓，有也行，没有也行，我听个热闹，我全当都市传说了。你听过一双绣花鞋的那个言论吗？对，这一个言论，这个阴谋论呢，在我国现在也是很流行，这关系到你听说。过一双绣花鞋的阴谋论吗？说晚上上炕的时候，大家那个鞋尖要朝外，要朝里，你就会发现一双绣花鞋。你听过这个阴谋论吗？老小时候就有，你对这个怎么看？这不就是那个啥吗？啊，你别告诉我，你这个岁数人没听说过一双绣花鞋啊？老有名啊，当时还手抄本的故事呢。啊，你看底下有人说看过那个一双绣花鞋啊，你对这个啊？哎，普通老百姓、那个什么，哎，如果你的学生写试卷说，哎呀，我真的在那个床底下发现一双绣花鞋，跟那书上写一样，你又怎么看呢？他是爱国还是不爱呢？不让我们国普通老百姓说话了呀？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没点基本，我们想说点啥不吗？我就说美国没登月，我就是爱、美国没登月，那只是千千万万阴谋。论中的一个，为啥是阴谋论？你给定的？我不觉得，我觉得就是伪光正。为啥你这个是阴谋啊？就是美国，他之前他是为了去对付苏联的军事竞赛，他们要赢过苏联，他为了争那个赢面，他编出了这么一个谎言。谁编的？就是阴谋。谁编的？你编的？还是你爸？美国政府官方编了一个谎言吗？美国政编官方编的谎言，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绝密报了？你有那个什么呀？你有证据啊？我研究了相关阴谋论的文章，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在句话就再不看的呗。还是你潜入那个特勤局的那个网站了？你是黑客啊？你潜入美国特勤局吗？你说白了，你不跟所有网友一样在网上这么一看吗？听人这么一说吗？哦，别人听到不是还有相关的书籍专门写这个东西吗？别人也是看相关书籍啊，为什么别人看的相关就是阴谋论，你看的就不是呢？这个谁定？你定？他不是说背后有一个阴谋吗？不是，为什么你就是那个编程写的书你看过没有啊？看的就是对的，别人那个啥，书籍不是流量不是钱吗？不是你说的那种写你看的书写这个书的人有没有可能也是为了流量为了钱呢？你刚才说的啊，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没错吧？你说这、他们写这么多东西是说这个背后有个大阴谋。
哎，对，所以你看的书，你看的这个写书的人，也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样，是为了流量，为了钱乱写。不能说我们看的书都是有些人为了流量写的，就你看的书正本清源啊。所以你看的书，你要了解这个东西啊。哎，所以不是你不是说有一部分人为了流量，为了钱阴谋论吗？那为什么你看到的东西就是正本清源？我们看到的是有些人为了流量，为了钱编的阴谋论。那为啥你看到对的呢？为什么我们就全看了阴谋论？他们是写书介绍。哎，你不是，我就问你，你看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为了钱，为了流量编乱编的？没可能。那么你认为这个美国他登月造假这个说法是不是啊？哎，你能正面回答我吗？相信美国？我说的可能。哎，相信美国没有登月的人，他们看的言论、看的书、看的网上东西也好，有可能是阴谋论，有可能是有些人为了流量、为了钱乱编的啊。这个我承认。那相信美国登月了的，就比如说你看的这些东西，你看的这些书，你看的这个什么还有什么共济会这样，就你看的东西有没有可能也是有些人为了流量、为了钱乱编？完全是共济会阴谋论，不就是那些人编的？啊 ，OK， 所以你也承认了，你看的东西完全是乱编的，那我们该相信你对吗？你刚才讲完全是你看的东西完全是有些人为了流量为了钱乱的，那我们不该信你看的东西啊？那我们不能信你啊！我说这些东西它都是什么阴谋论，就是说他们这个说法啊是被归为的阴谋论里的啊？为啥这个说法是阴谋论，另外一个说法是阴谋论？为啥？大家哦，为啥是吧？对啊。大家不都一样看的书吗？看的网说，难道这个什么共济会的那个我国哪个部门官网上也说了也有啊？什么是阴谋论？你说说看呢？我没说阴谋论呢，你说阴谋论呢？我就说这个说他说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他背后他是有阴谋的，是吧？是某一群人的阴谋。我觉得不是，老百姓闲暇聊聊天儿，绣花的，有人愿意信，有人不愿意信。还是那句话，你得给我们中国。比如说他们说了个。那美国登月造假，那美国登月造假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完成他的一个阴谋？我不知道啊，不懂啊，对的。那说明你相关内容你没看了啊？我没看呢。哎呀，那你没看，你跟我说什么？我没跟你说呀，是你来找我说的呀。你问我相不相信，我没看，所以我不相信他登月了啊。哦，我说这个登月，他们更为具体的背后的原因，就说是美国政府官方编出了一个谎言。他说美国登月的，其实他就是他造了一个谎啊。他其实美国他根本就没有登月。对啊，我这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对，我相信。哎，我一听这个说法挺好，挺符合我的。我说就是这个说法，它的背后的这个阴谋的主使，这个主谋是什么？就是美国当年的政府啊。为啥这个说法阴谋？这个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因为一些设计背后有主谋嘛，那不是阴谋吗？是为什么？谁定的？这个阴谋是谁定的？你说我还是那句话，民科就是美国的话，民科他们形成了这一套。阴谋论，比如说共济会阴谋论、蜥蜴人阴谋论，谁说的？谁定的？这是阴谋，不是真实的。是美国的民科啊，有国家权威部门吗？我不相信美国民科，我中国是民科定的。那我不信民科，就是中不信国家有。现在不信民科了。说什么官网说美国说美国没登月的都是阴谋论吗？有这个说法吗？是民科他们说在背后是美国他在操纵舆论，在操纵一个阴谋啊。那你们相信美国他登月了？我不信美国登月了，我不信，我就不信啊！我说是这个说法啊，他是认为他背后是有主谋的，有阴谋的，所以称为叫阴谋论。我还是问谁认为谁认为谁定的这叫阴谋？是美国的民科。那你为什么要相信美国的民科？因为这种说法，他是背后说的是有阴谋的，那不就是阴谋论吗？我是相信美国民科的，那我们。中国人不相信美国民科，你说的不对。那登月他说没有登月，这个也是美国民科说的、啊、那我信，我选择信，相信。哎，到底信还是不信？我就信他没登月，说得很清楚啊，我只信他。那这个说这个是这个背后的论调，它是由美国政府指导的一场阴谋，你信不信是美国政府的阴谋？我不信，他就是没登上去、他是没登上去，他编的这个谎言是为了什么？不是他为了实现到时要在打败苏联这样的一个阴谋嘛？关心军事竞赛呀！我不关心，我不懂，反正我就信他没登月，知道吧？中国他说他没有，他竟然没有登月，他说他说谎，他登
阅了，是什么目的？这个目的他就为了完成他这样一个计划，他是别有用心。哎，对，我觉得目的就平时撒惯了，习惯性撒啊，我觉得这不是习惯性撒，就是为了让那个军太空这个竞备，让苏联投入更多的钱，最终搞垮苏联，是不是？啊，这个种族啊，是不是一种阴谋？你说的我也个字儿都不，你说啥我都不知道。对啊，这就是美国登月背后的这种阴谋论，它是怎么样一个逻辑论调啊？就是这么一个回事。我得问你一下，就是你这么费劲关心美国登月这个事儿，就到我这儿来那啥挣钱吗？我看你这有名气，所以来问你的。所以不挣钱，所以不挣啊，就是所以也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为了流量，为了钱到我这儿来连麦吧？当然了，你可以提掉啊。啊，我不提掉，我就跟。你心虚什么？所以你不是为了流量，为了钱来这儿跟我们宣讲美国登月的，不是为了流量，不是为了钱，对吧？没错，我是来看你对这些阴谋论的这个看法。正面回答，我不是为了钱来我这儿连麦的事，还是这么难吗？不是，不是吧？对，所以人在网上，你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是为了流量，对吧？比如说你就不是，你把这个东西当个认知、一个信仰去宣传的，对吗？你不是为了钱，我没有信仰。没错吧？你我说我没有信仰啊，我知道，所以你只是到我这儿来宣传认知，你可以不为了钱到我这儿来免费宣传。网上也有很多人宣传美国没有登月，他们也不是为了，出发点可能跟样的，这个你他们也没有那么坏。啊，我理解。嗯，而且你能理解说美国没有登月的人，可能跟你出发样的，他们也没有那么坏。对吧，也不是就是有一个像你说的什么阴谋论，因为你是因为也要实施一个大的什么阴谋嘛，我相信是。所以那些说美国没有登月的，他们可能也很单纯的跟你一样，他就是单纯的不相信美国登月了啊。对啊，理解吗？那为什么你要把人家就归阴谋论呢？那个时候说的那么难呢，说的那么邪恶，什么爱国不爱呢？那你来宣传这个，你是爱国还是不爱国？人家宣传这个是爱国还是不爱国？这是一个大类的归类，它都通通归结为阴谋论啊。不是，那为什么那为什么你不是阴谋论啊？别人就这样说吧。徐小美又说慈禧太后她去毒死了光绪皇帝，哎，她是为了什么什么的目的？那这个是不是阴谋论？她也是阴谋论啊。不是，对不对？慈禧太后跟美国登月有直接关系。我说这一大类型，它通通都属于阴谋论。不是，所以这就是阴谋论，就是不。按照人认知来的，不是自己进步了。说这个提出的这个论调，它是以某某人为了完成什么什么样的这样的计划，什么什么样的阴谋，所以导致这一系列事情。对呀，这一系列的说法就叫什么叫阴谋论。所以就是不认同的都是阴谋论，不是符合这个定义的是阴谋论了。啊，这不这个定义是谁下的呀？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就是阴谋，这个定义我想问一下是谁下的？他是慈，这是不是这个说法？是不是？是慈禧太后的阴谋，她为了完成这个阴谋，所以她这样做了，那不就是阴谋了吗？是啊，那可能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纯粹是毒着玩疯了，有精神病了，精神失常了，也没有阴谋，或者给吃错药了，有可能怎么就阴谋了呢？人家就是这么认为的嘛。所以你没发现你很双标吗？只要不符合你认知的，都叫说吧。不是不符合我认知，就是说她为了完成什么的阴谋，所以发生。那这一系列事情不就是阴谋论吗？那人家没说是为了阴谋啊，比如说我现在我说我相信，你不这样认为，你去网上大盘里搜一下，人家都这么说。我相信太后毒死光绪皇帝了，我觉得他这玩意儿啊，老婆子发疯了，这玩意儿我相信不是阴谋，脑子抽风了。然后呢？所以说你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你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世界不是由你的三观决定，好啊。不是说跟你三观制的都是允许你相信美国登月了，也得允许我们这样一批人相信美国没登月。就是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霸道？为啥？这不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国家？那你相不相信那个共济会阴谋论呢？我不管什么阴谋论，大家想信的瞧。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我就是单独问你，这个从那包括一战、二战，还有昂格鲁萨克逊计划，这玩意儿一直到现在目前。各种这个局势对中国的打压，这些是不是犹太资本在操纵？是不是犹太的共济会的阴谋？我不懂啊，我哪懂啊，我普通老百姓，我上哪儿？你问我，你相不相信？我没看 CIA 的绝密文件，这玩意儿证据，你没证据，我哪？我问你信不信？你回答我信还是不相信就行了。我信，我啥都信，我啥都愿意听你的，都信。
那你都信了，那我没话说了啊。啊，我都信，我不信生活就会很那啥，信了以后茶余饭后嘛。啊，跑了，说不了了，都信啊，你咋整吧？我就都信，老百姓呗，听个都市传说，我信了。我今儿晚上。我一会儿跟老头聊天的时候，我再给我们村老头再宣传。要不喝咖啡的时候聊啥呀？啥都不信，那世界上啥事儿都没有。我啥都信啊，都不信啊，聊不了了。我们老百姓不要堵我们的嘴，我们就说美国没登月咋地吧啊？你说要是标准答案不这样，那我就愿意打个零蛋。我回头就走卷子上，哎，我给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他的学生能看到。首先我想说，就是他学生遇到这样的老师挺捣蛋，然后我给他学生点个赞，没事，分低不要紧，分不是决定你一生的那个啥唯一评判标准。下次再遇到这种老师，给试卷上画个大王吧，啊，然后他又说你阴谋论了。就你这思辨能力，别当老师了。咋了？学生说了个美国没登，不气毁了啊？说我杨爹没登月吧？咋了？恨不得把学生掐死啊？你给学生给个零分，泄泄愤得了啊？除了学生试卷这么写，这个你堵不住我们中国人民的悠悠众口。美国就没登月，咋地吧？啊，我就不信他登月了，咋地？报警啊？哎，不让我们中国老百姓。已经说话了呢，这是，我真是那个啥了。你说不符合标准答案，给孩子定了，还爱国不爱国？咋了？说美国没登月的就不爱国了？神经！还是那句话啊，中国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咱中国老百姓呢，想信啥就信。啥想说啥就啥，不就茶余饭后这点事儿，老头晒太阳的时候聊的不都是这吗？不让说杨爹的一点负面信息都不让说，就说来，还有活没活？还有活没活？呼了哈拉啊，没吵吗？啊，你好。我就首先就是回复一下上一个连麦者，就他说的这个问题，因为就是在那个央视有播出，就是那个中国登月，就是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就首席工程师欧阳自远，他当时也辟过这个谣，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他相信美国就是有过登月，就是就这个美国没登月的谣言也是从美国就是传出来的。就是为什么会传出来这个谣言呢？就他当时的解释是这样的，说是NASA 他就是为了要提高他这个登月的成就，就提高他的曝光量，就是放出来了这个假消息，就是说是他们没登月，这样就是吸引流量，就是有流量之后他再把他这个登月的这个事实再说出去。就是很简单，就是当时可能就相当于宣传吧，就是作为一个宣传的手段，就是官方应该是这个说法，就是历史的那个教科书上他也写的是那个登月的第一人是那个阿姆斯特朗，对吧？就是说他如果作为老师的话，是肯定是以官方的以标准答案为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试卷上谁孩子不让你打零分？我的一点。对对对对。这个就很明确，就是说啊，就不信，就是说除了应试之外，他个人有什么想法，这个就是看个人对整个就是世界的一个把握了。对呀，啊，我还是那句话，言论自由嘛，就不信了。嗯，对，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真没必要纠结这个，就比如说美国四五十年前他真的登月了，但是他现在又知道又登不上去，那他曾经登过的。其实也没太大。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置气的一点，不是登月没登月，就是你说啊，你就哪怕是美国确定了就登月了，然后现在有中国人说没月，你说二说造谣了污蔑了，这不就是坊间传说吗？对吧？老北那美国造谣污蔑中
我的事儿坊间的啊，咱都不说他们被什么 CNN 什么纽约时报，咱都不说了，都不说这些大媒体或者他们官员，就民间各种造谣，就中国的多了去了吧，你别告诉我。当美国人开始说中国的负面消息，这些人为什么不站？问题不在这儿，这是一个，所以我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哎，中国人开始说美国了，认站住啊，你说的不对，标准答案教科书那个什么，哎，那美国人造谣中国的事，新疆棉打了教科书写了，写那个新疆棉有问题，你怎么不站出来说呢？为什么不站出来江棉说说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你替新疆棉说说话比替美国登月说话强。这些人就是，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啊，每个人都是有立场，立场在哪儿就在这，不在这一个事儿，就是他就是选择性的那个什么。哎，你说美国没登月，我告诉你教科书上不是这样的标准答案呗。哎，那美国人说新疆棉怎么这了那了，你怎么不站不出来给你的学生说呢？啊，你怎么不说？不去纠错呢？不怎么不去辟谣呢？怎么不呢？就是选择性的嘛。所以我说有立场，我所谓的立场不是在单个这一件事儿上，他们选择性的那个事。之所以中国民间现在能对美国有这么大的反弹，就像我刚才那个态度，哎，我就不信。为什么是真的就是我就纠结登月不登月这个事儿，不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中国人，脑子里想的就是，哎，又是新疆棉了，又是这了，又是那了。美国这些年造了我们多少啊？这事儿他们就一点都不行，就选择性失明，那就较劲呗。这不就是普通老百姓横渡的一种，就是一种情感而已嘛。所以我说，每个人都是有意识形态的。就是老百姓能怎么样？你说我们家跑，我就说你们家吧，我也说你们家吧。这是我们中国最普通老百姓很朴素的一种对抗的方。那我们能怎么着啊？他造咱中国谣的时候，我们能咋着？那我们就是安南月，我也不信。这不就是老百姓的无奈选吗？啊，怎么不可啊？就是他无论在咱们泼脏水，咱们必须得那个啊？凭啥呀？我还是那句话，言论自由呢？啊，凭什么呀？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都有一个意识形态。你说我们家新疆棉那个什么，我就说你们家登月造假。那老百姓能怎么着？你让老百姓对这样的事情怎么反抗？就闲下唠了逼叨逼叨唠了天儿呗。那我们能怎么着啊？我们逮个美国人杀了呀？对呀，就一句话就来呀，互相伤害呗。这就不让说，这就要捂我们嘴。为什么不去捂美国人？他们给我唠了那么多，你别告诉我美国坊间没有任何件关于中国人、中国人的阴谋论，一件都没有啊。他们的舆论场是朗朗青天、清澈见，你别给我这扯这个。为什么不去照着？为什么要选择性的呢？中国舆论场也混乱，你说有没有那个老百姓坊间吹不吹点牛逼，弄不弄点弄，无奈之举呗？那你让我们怎么让大街上抓个美国人杀掉啊，泄愤呢？我们就嘴上打打嘴炮，我们能怎么着啊？不就这点事儿吗？就不信他。登月了怎么着？他还不信我们新疆棉呢，我就不信他登月怎么着啊？普通老百姓就这点本啊，没什么，就其实说白了，在这件事上真的是一个科学之争吗？还是那句话，咱都是老百姓，咱也不掌握内部资料，咋了？你是航空专家呀？大家不都是网上看的吗？网上看了以后，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呢？都是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吗？网友有几个懂航天科学的？不都是立场站队吗？中国人站队这个立场，就是想起来那么多年对中国的那个啥呀？啊，可有一个说的，我们反击反击呗？咋了？他对我们新疆棉的指责有确切证据吗？不就这点事儿吗？可让这群大的二鬼子什么的？哎，你说那官方叫他，我老子就说他没登月，怎么着吧？啊，他还说我们新疆棉有问题，就说，就相信。他没登月怎么着？报警抓我。前面这个就是就跟前面那个人说一下，然后后面就是我自己想说的，就是我因为这届奥运会嘛，就是看下来确实我就发现我们就是中国的大多数的媒体，他们确实就不太站中国的立场，就并不为中国的人民发，就比如说美国他就是造谣那个我们那个兴奋剂的那个事件，就他美国从政府从他们的什么纽约时报，就是这些大的媒体都在造谣这个事，但是我们国内就是人民关心的，就是美国这些什么紫薯人啊，就是我从来没见哪一个比较大的媒体去他们那个美国的游泳队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去问这个问题，就是问他们为什么会脸那么紫，就是
为什么就是他们游泳队那么多人就是有各种的病，什么多动症呀、哮喘症呀、心脏病呀，就是各种问题。所以我说就一大批人没有这样。哎，对，你又说到奥运会，举个最简单例子，就是今天我看新闻，就是之前故意撞我们的那个瑞典那个撞那个男运动员叫什么的，就故意往身上撞那个叫王楚钦啊，王楚钦，对，故意撞王楚钦那个女记者，瑞典那个录像大家也都看了嘛，很清楚，他就故意撞的，然后他现在被那个奥组委的巴黎奥组委罚了，说不让他再进那个奥运会馆了，没错吧？啊，你看看，我就、是的，我就说人家世界各国都是立场先，你看看人家的记者豁出去，哎，这可是奥运会，哎，豁出去职业生涯不要了，就是要跟中国运动员可以啊，这是人家在他目的啥？跟王楚钦私下认识啊，肯定私下不认冤无仇。那他干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对手正好是瑞典队的。对，他是不是为了他的？我请问你别告诉我这个女记者跟王楚钦认识有私仇，我不信。人他这么做的唯一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他的国家？这是人家的人做出来的事儿。哎，你再看啊，你再反观咱，我今天看采访全红，那个全红谈的那个，我靠，真他妈的贱啊！上来啊，那个你老是说要拿捏那个，你知道拿捏英语怎么说吗？我觉得全红团回答太知道，哎啊，那你想让我教你吗？就教你，我都飙脏话，别说了，我不想知道。哎，你见过有一个美国的，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意大利的，任何人家其他任何国家的一个记者去问说，哎，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中文怎么说吗？没有吧。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为什么要学英语啊？为什么要学外语啊？你见美国的有一个记者会这么问啊？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你知道中文怎么说吗？莫名其妙啊，不是吗？为啥呀？咋了？会英文高还教人家咋了？你会点英文，你比奥运冠军都那个啥？真是下三滥，贱货啊！你哎，就两边的记者，咱都是记者跟记者对吧？啊，都是在奥运会上这么一个事儿，面对那个运动员的一个态度，你看见中国这些贱货跟人家铁骨铮铮的那些外国人的那个，我给人这次我站到那啊，我站瑞记者这边，铁骨铮铮啊，赌出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非要干一下吧？他肯定不是跟王楚钦有私人恩怨，他是为了他国家。这么一弄，真的，你在奥运会上当面说职业生涯没有了，多少记者想去奥运会啊？这是一辈子的一个高光时刻啊！人家赌出去，人家不要了，人家为了人家的国家豁去了。你看中国这记者这些贱货，哎，你知道这个英语怎么说？人家问过人家的运动员，知道这句话中文怎么说了吗？所以看到了吗？这就是我说的，是人都有意识形态，就像刚才这个老师，我知道我刚才在跟他绕，我在绕他，我再把他往坑里带啊。问题不是说登月不能，真的是你的意识形态有问题。人家都开始撞运动员，你说这个行为下三滥不下？他下三滥，但他确实是意识陷阱的。但像你们，我支持美国登月了，我要叫全红谈一句英语，我这个有问题吗？没问题，你这个行为没问题，但是你的屁股真的坐歪了啊。现在这些媒体很奇怪，就是我真觉得现在他们采访奥运冠军，就根本问不出来什么专业的有价值的东西，就很多他都是很娱乐化的，很蹭流量的东西。就像我前面在那个慢角看了一个华少采访那个潘展乐，他那个8分多钟的采访，我真的看的觉得太离谱了，就是他。就是把网上的一些梗拿来问人家，就是什么有一个关于叫什么乐乐家族的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就很不尊重，就是人家根本就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是说让他最好快点去看看，就去快点看看这个比较娱乐的东西，就很奇怪，就是还蹭了人家爷爷就是给乐乐写的一些什么诗，说是他就问乐乐就是有没有回赠什么的，就他就很奇葩，就是人家爷孙俩就是有什么喜就是欢乐的事情，他们私下会分享，就是反而就让他们这么一说，就是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行，就是必须要回应大众视野就观察到。所以我任何人做任何事其实都有个意识形态的出发，你就拿刚才记者讲会英语，他这意识
心态是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啊。为什么美国人为什么问人家的运动员会不会中文呢？啊，你说英语是这，那意大利的者也没问意大利运动员会不会英文啊？日本记者问日本运动员会不会这英文啦、啊？就是问题的见了。每个人说的每句话反映他的意识，你意识形态里觉得中国人就该说英文才会问来这样的东西，那为什么人外国人人打心眼里面瞧不起中国文化，瞧不起汉语嘛，来嘛，所以人家不问人家运动员你会说汉语吗？就这么简单嘛，就这么点事儿嘛，没有人是客观的，一定是意识形态先行的。行了、是的、他那个是 speech 啊，好好好，那个信号不好了是吗？关了就会好，卡吗？又卡了。哎，你们给我打一下那个人气票吧，你们帮我打一下人气票吧，你们帮我打，就左上角人气帮我点一下。又卡没声了，现在应该好点吧，稍等一下。E quindi per questo c'è stato poi un debito. Mi fanno io poi me lo faccio. 谢谢谢谢，所以这个东西啊，一定是意识形态先行的，一定是的。嗯，哦，有人因为要做理中客，说自己是理中客，都会反映你的意识形态每一句。我今天看，哎呀，全，我肯定要反问一下，为什么？哎，为什么没有美国记者问美国运动员他会不会说中文呀？为什么学英文怎么说？美国运动员不用说，你问一下为什么呀？您觉得？还是有点卡吗？国最近情况，英国最近比较乱，逮捕了300多人呢。因为是为了英国现在是有一句没一句的。那我先不连线了，或者你们换一下线路，我先不连线了，一连线更卡。稍等一下，英国现在是因为那个他要那个他们反移民政策，因为来了很多移民，给这个国家造成很大负担，然后反移民政策，然后当然也有社交媒体煽动，现在有点骚乱，就是光逮捕这一阵逮捕300多人了，就比较乱，就出现那种打砸抢那种。换5G 网，我这边就是用的流量，上面显示的是 5G， 但是卡着不动。不卡。国内有一批，就包括像刚才上麦那个老师这种贱货，他竟然在这样的事情上能够特别理中客啊，那学生的标准答案不，你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情绪吗？中国抹黑造谣，美国抹黑造谣中国的事儿，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吗？现在还卡吗？欧洲导游多少钱一天？具体看找什么样的嘛，专业不专业？导什么项目啊？包车不包车？去多远的地方啊？你这不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不卡了。对，人气票上一下。连麦好，哎哎，长麦，哎，我还心说您不连了，可能连不上了。那个刚才那个老师的事儿，就是那个正本清源说历史，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因为这个人我突然发现我见过，我就是在网上见过，真正现实生活中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一直都怀疑他是个假老师，有两点。第一点呢，是因为如果按照他的主页描述，他是个历史老师的话。
做历史的人，哪怕你不是老师，你只是个学生，你应该明白，就是一个史学界的基本的共识，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所有的历史都是二手消息，没有人是亲眼看见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也没有人是亲眼看见那个凯撒大帝泰姬陵是怎么盖起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史料都是根据前人的记载，或者说一些剩下的记载，再根据他们的描述。所以一个真正的历史专业的人是不可能说啊，有人说了什么我就笃信这个，这一定是真的，是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的话。这是第一点啊。然后卡了是吗？又卡了听到哪儿了？就是现在不卡的话，不卡吗？就是刚才我说是一个真正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看到的史料都是可以存疑的。第二点就是我刚才点开那个他的，我想看他的主页什么成分嘛，结果我点开他以后，我发现他关注过我才关注的。就是可能有人看过我的视频，我是很专门出一些视频，就逮着美国怼，然后偶尔怼怼什么小伙之类，但主要火力输出就是英。我已经搁了好长时间了，快两年了，然后最近都只是发一些偶尔，然后那个说一点就是可能大直顿不爱。然后这个人他关注我，为什么关注我呢？他关注我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发了动态说了可能让他们破防的话，他就要来我的那个动态来各种的找茬。所以我严重怀疑他就是一个专业在网上关注类别，他应该关注了90多个人，我记得很多都是像比如说像潮妈呀，就大的像潮妈呀，像姑爷木茶，小的就像我这样的，但都的这种人他关注的全都是这些。他这个立场，他为什么要关注咱们这种人呢？是他爱好，他有那个 M 倾向，要么就是他有利益呗，还能因为什么吗？我就说这两点。生气纸不放那个什么，我这不连了，我这一连上太那个啥了，我这个聊会儿天子得了，再聊10分钟，我那个什么下面那个我这领子比较一连就卡，聊两。